国民党考纪会又开闸，十七号上午召开会议，审议有关总统及立委选举的违反党纪案件，决议开除前草协成员李正浩及资深媒体人郑佩芬党籍。李正浩多次公开质疑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的选举策略，引来许多韩粉不满，要求党部惩处。考纪会指出，李正浩经新北市党部考纪会留校查看后，仍继续以不实言论污蔑韩国瑜。据郑佩芬，考纪会也表示，他常年以国民党高层人士自居，却持续攻击国民党，还在节目上以不实言论诋毁多位党员。这两件开除案将提报国民党中常会同意。在李正浩和郑佩芬之前，国民党在今年八月先后开除前高雄县长杨秋兴、中评委陈鸿昌与党代表敖伯胜，三人皆因批评韩国瑜遭开闸。李正浩透过脸书回呛，用莫须有的罪名开除我，能挽救韩国瑜的选情吗？他也认为开除他的是国瑜党而非国民党。郑佩芬则表示没意见，也不会提出申诉。资中新台报道。政党财团中国收买不了苹果，但你可以属于你的媒体苹果新闻网。